英阿姨，侬又来吃啥个好么子啊？哦，搿物事啦，买了眼黄记的黑松露火腿酥当饼干。哦，搿只饼干好吃勿啦？哦，搿只饼干对伐？吃下来是蛮好的，松松脆脆的，喏，嗯，老松老脆的，味道特别好。哦，搿倒蛮赞的嘛。哎呀，自家屋里向下半日弄眼点心的，弄眼咖啡吃吃对勿啦？搿下午茶也蛮实惠的。葛末搿只物事配料清爽勿啦？哦，搿只物事对伐？没啥添加，也没啥防腐剂的，种苏打饼干，但是伊里向呢加了黑松露，加了火腿，加了交关搿种藜麦啊、奇亚籽咾啥，所以搿只饼干的味道特别好。而且有只小苏打是添加剂，葛末苏打饼干总归要添眼小苏打。搿倒蛮好呀，葛末价钿哪能啦？蛮实惠的，搿椰子里向对伐？搿种物事有得八角，一包麦只有一块多银眼行里，侬当一种下午茶吃吃是真的蛮好的。辰光出去锻炼白相，袋袋里扛了一块辣海，点点气老好。不，给你吃。这是什么？这黑松露苏打饼。好，我娘只有那打来几只，因为不吃了。你滚着皮吧。挺好吃的。哦，英阿姨，搿只饼干阿拉娘肯定欢喜吃的。搿么搿能介好嘞，我得还有包，拿回去拨㑚娘吃吃看。你欢喜吃嘛，侬再买。哦，搿勿要了，勿要了，谢谢英阿姨，我自家去买，便当来洗。嗯，我估计㑚娘肯定欢喜吃的，哈哈，㑚娘口味跟我差不多。好，葛末英阿姨，我走了，再会啊。哦，再会，谢谢，看看。